茉莉，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啊，你肯定不记得了，这是我们看的第一场电影的票根。我记得那场电影，我第一次牵了你的手，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美好的记忆啊！当然了，还有剩余的110场，我都留着。这些记忆对我们来说都太美好。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相貌普普通通，工作普普通通。我觉得我这辈子做过唯一一件不平凡的事情，就是爱上了一个不平凡的人。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更接近你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机会能保护你、爱护你，有机会把我自己全部都交给你。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茉莉，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场时光好慢，慢到两个人没有心酸。老师，你别喝了。看你这么难过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都怪我，我以为茉莉师姐只是一时没想明白犯了错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，这样子你就不会求婚，也就不会像现在甜蜜。别喝了，茉莉，亲爱的，你愿意？对不起。就算时间开始吝啬，也未发现你坦诚的想自由。这直接怎么有什么秘密？放开手，为什么要你答应？才懂，爱怎会圆满？茉莉在跟我交往之前，我早就习惯她的男朋友是高远。啊，当流星划过坠落，我们本科那会儿是一个系的，那时候大家都喜欢茉莉，但是茉莉只喜欢高远。我们的事情你不理解，就别来搅和了吧。可是谁知道后来大学本科毕业，高远被交换到英国去念研究生，他们异地恋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分手了。我意识到我的机会可能来了，我就用尽我最大的力气去照顾他，最后终于打动了他。可能当时我也知道吧，他对我的不是爱情，但我无所谓啊。莫师姐她告诉过我，她亲口跟我说了她很爱你，可是后来怎么就我也不懂了。这世界很酷。